我觉得既然你这样你玩真的对吧，我也跟你玩真的，我也只能来真的了。哇，这是下面有一个助推的力量，这个套好招儿的呀，说这完全是给赵瑞南看嘛。我来了，不这个我做到了。裁判这个哨子怎么说啊？算不算？算，应该是要算的。全民赛肯定算。大家都这么开心的时候，你就啊，对不对？成人之美。接下来我期待赵瑞。再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扣篮的高度绝对比张镇麟还要来得高啊！这个头都超光了啊！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助推你升天。我相信这个战术配合应该有练过。杨明指导和旁边的二指导都乐。